其实像那种二辈高手那种的话，像刚才那种，我们就是不用沟通的，反正他是知道盟友需要什么，我也稍微知道点盟友需要什么，就是这样的，就不说话，就大概知道的。这是属于一个职业选手的那种，像我们当年打那个1v1职业的时候也这样的。哎呦我去，完了，这个图我是封不了家了，算了，随缘了随缘了，封家都是浮云。关键是打人兽组合这个东西，帕拉丁是拖不了后期的，拖到后期我们肯定挂。看他刚才的开局，他上一把的打法跟之前那一把的不一样，沙金的。具体这样的，沙金第一把的时候是不停的给我钱，然后用的是单 BR 的一开局。第二把 LT 的时候，他是选择了一个双 BR 的一开局，然后中途就没给我钱了嘛。看这一把他怎么打？这一把的话是出的 KOG， 然后这么应该是一个，应该会出一个双的，现在就没给我钱了嘛。我还觉得他要来偷字儿，我有那个 feel。哦，兄弟，你干嘛？大清早就跑我这儿，不科学吧？哎，不对呀，他这个打法也不像是那个。哎，我没看懂。死陪的那种的话，我过来跟他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把人家打跑了。来，缠一个步兵。哦，我缠的那个了，好吧。我知道你要反补，但我不给你机会的，来赶紧补。这种机会肯定不会给你。哎，这个是死赔的呀。哎呦喂！谁抢到了？哎，漂亮，沙金抢到了。哎，沙金抢到了，这个要死的呀你！开个视野，他就死了。来碰一下，哎呦，好漂亮，死了。能玩的是有点那个啥呀，刺激。这刚才简直是杀进那个手术，绝对是单身80年那种感觉。剑圣抢东西和 KOG 抢东西，这剑圣还能KOG 还能抢赢，整个人都不好。我练大点去了，现在抢点的时间到了。剑圣应该现在这个时间段不会来的，他复活需要30秒，然后走怪的话需要15秒，
哎呀，完美的一个东西啊！这个东西牛逼了，绝对是史上最牛逼的一个吧，练级最爱。我这里直接能少三个打点了。 这三个打点一扫就可以出三个人，还有谁了？这个东西是有点爽啊！啊，又打了个魔法石，知道为什么当年打 1v1这个地图，任何种族都是玩的暴兵吗？就是因为这。 就这种练级效率，我去不谈了呀！干嘛嘛？少年你要干嘛？哎，还逮到一个。好，对面这个大法师也得回城啊。好，这一波的话是赚了点毒。 哎，看一下还能不能留，算了，留不到。往下面地图扫，一个点一个点的扫。哎呀，这所有的大点，全部都一切尽在Ctrl呀！ 哎，又打了个医疗石，来赶紧的给杀星了。好东西要大家分享，哈，这满地图都是我们的宝。我觉得人家都可以不打决战了，这个是，真心可以不用打决战了呀。我们这少了六个大点，六个大点还全是我们的，我 这 DK 都快练到5了，简直是吃惊。 哎呦喂，大蓝什么都有，哦，我买保存了这个，哎，我没保存，没保存，啊，继续连，继续连，继续连，这连接真的是连得有点爽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 我这个宝太好了，两个魔法师，我还练到5了，还给，是可以不用回去的，可以等毁灭好了再打，换一波吧。哎呀，一级毛哥，我这是5级 DK 了喂。 看着杀金的家，被人家给凌辱了，但是我一点办法都没，只能一个一个点。哎，又把他农民给杀没了，一身神宝啊！真的，我都不，你我都不知道给我一个输的理由啊！我觉得这个宝就在往地上一乱扔，就能都打得过的。我不吹不黑啊。
这个打起螳螂真是闭着眼打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等级都没他们。这一把真的是属于练，把人家活生生给练死了。强行把人家练死，他在前线造塔，哦，我不冲你了，我不冲你了，走，继续我们的换家生涯。等你们离开那片塔阵，我们再出来跟你们干。其实暗夜打这边就是挺灵活的，家没了就没了。没了一个家，我能起来无数个家。完了，这个精灵有点黑。好，一波早点 N 决战了，这个。我估计，还有，还有点多呀。哎，就回你脸上了我。有本事别走。我这连那 TP 都能卖没的，我也是给跪了。好，大法师这边要被抓了，上！哎，猫哥都练到三了，别吓我呀！哎呦，那边还会隐形操作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那边肯定是玩一 v 一的。买个群补开搞了，好，强冲塔阵来了，我秒大法师了，我要哎呦喂，那么屌，你这个真吓到我了呀。拆塔了，拆塔！哎呦，我真的给跪了我。这个牛确实还有点厉害、啊、哎，我这个强哥，我去，起码扛了10000的伤害了呀、啊！这个是，
这个小强，我去吃这个三级 C 都吃了五六坨了，这个简直是刚哥在那一站，我去，太牛逼了，屹立不倒啊！